實傳統就好似我哋嘅根咁樣。咁如果一下子冇咗個根部咧，咁嗰棵植物根本就唔能夠生長。我覺得應該咧係需要從傳統嘅嘢去吸收啲精華咧，再用喺現代嘅設計嗰度。平面设计师，普通人会觉得设计师的工作只需要紧贴时代潮流，但是阿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反而是设计师的宝库。其实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，意思就是它是由一些图案或者一些视像演变出来的一些文字。其实对我们平面设计师的创作，我们是可以在里面拿到很多创作的灵感。好似呢张有关现代科技嘅海报，阿雄就运用咗中国汉字本身系象形文字嘅特性，为唔同嘅电脑产品创作出新字体，用传统元素去演绎现代科技。由于对传统文化特别有兴趣，阿雄喺朋友嘅介绍下，义务为一间佛教中心设计宣传品。喂，今日咁早嚟交功課？係啊，我由細到大，我睇電視，我覺得佛教咧就係學嗰啲寺廟啊，我諗唔到一等商業大廈入邊咧係可以有一個叫做禅淨中心嘅地方。OK， 坐。廖一法師幾年前從外國返港，希望開設佛教禅淨中心，運用佛學為普羅大眾提供心理輔導服務，但係就發現好難揾到業主願意出租單位，令佢發覺到。原來大眾一直對佛教有誤解。講下姜茶，普遍嘅人其實覺得個地方梗係黑麻麻啊、污糟邋遢啦、兩眼大紅燈啊嗰啲地方嘅應該係殘殘舊舊嘅。大眾將佛教鎖定咗喺話你就係迷信啊、燒衣啊、拜神啊嗰啲嘅層次。廖一法师尝试借助设计纠正一般人对佛教的形象。阿雄第一件工作就是为佛教讲座设计海报，题目是《心的力量》。我记得第一次跟他讲过我想要 的东西的时候，他成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面，脑海就是大了个口望住了我。他不知道我在說什麼，即或者是說的東西對他來說是太遙遠了， 他一時之間消化不來。要重新認識佛教對阿雄來說是一項挑戰，他認為要設計出能夠打動大眾的海報，就要從日常生活中出發。他希望我將海報可以令到繁忙的都市人可以停一停腳步，去觀照他自己的心。我腦海中第一樣想到的東西就是灣仔天橋，因為我每次來到這裡我發覺其實這條天橋很反映到香港人的繁忙，反映到其實很多壓力。其實大家都冇時間停一停，睇一睇自己究竟諗緊啲乜嘢。嗰啲人係不斷向前行緊咁樣，其實好人頭湧湧，好一點一點。令我諗起其實我平時接觸到嘅印刷品咯，因為當我平時放一個放大鏡喺個印刷品睇嘅時候咧，其實佢係由好多密密麻麻嘅點組成嘅。咁我想用呢個咁嘅效果咧，但係就放大幾百倍。咁所以咧，當你走去嗰個海報前面睇嘅時候，你只會睇到一啲點。但係當你慢慢褪後嘅時候咧，大家有咗一個 interaction 嘅時候咧，嗰個心嘅影像咧就會浮現翻出嚟。
實係好艱難嘅。我哋一定要透過一啲嘢俾我哋，好似你哋而家睇依張心。換句説話，我哋係咪需要個距離去睇翻自己嘅自心咧？如果是很近你真的望不到是個心字，但離遠去到第三行的位置的距離你望得很清楚。我覺得這個 design 是很 inspiring， 就是給一個很啟發性的感覺。這張用中國漢字「心」設計的海報成為了佛教和大眾溝通的橋梁。阿洪進一步發揮呢個概念，佢喺紙上面印上漢字“心”，然後用衣車喺張紙度車上黑色嘅面線同紅色嘅底線，暗示佛教信仰可以修補破碎嘅心靈。為了一法師嘅禅正中心，設計咗一套卡片、信封同信紙。